TVB 就喺新加坡度舉行 Big Big Channel 強勢登陸新加坡嘅活動啦，唔少藝人都有現身力撐噶。當中咧，黃心穎同埋馬國明就以情侶檔出席啦。而嚟緊咧，知道馬明啊將會翻返香港度拍攝《白色強人》喎。呢次咧，佢將會再次演醫生啊，唔知佢會唔會有壓力咧？我其實冇嘅，每個劇都唔同嘅，係啊，又唔會話唔關有冇，即係唔會話特別有壓力嘅。你話俾佢哋聽，你行咩路線而家？而家个路线好难行啊，因为我新戏嗰个医生系好型噶，好鬼型噶个医生，系有型嗰只型咯，即系行出嚟就好有型嗰啲咯。不过我形象唔系咁噶嘛，佢话行咗17年冇人发觉啊，系啊，我行咗17年有型，但系都啲观众都唔系好觉，突然间而家真系要我行有型，咁啊都有啲难度嘅。你咁觉得佢？有型啊！但系我个造型，我个造型系几有型的，几得嘅。寻日佢我收工，我见到佢，咁佢戴咗个粗框，我话嗯 OK 喎、啊，呃到阿人嘅呢、這个多谢 TVB 啲梳化服啦。咁因为我冇深深眼嘅，都有望到眼啦。平时都 keep 住咁型啊！佢自己又开始注重咗打扮，我觉得。我因为呢个戏啊，啱靓咗。因为呢个戏啊，因为呢个戏要执得好正，即系你唔似拍的士佬嗰阵时候，我真系。求其啦，個頭得啦，唔使咁正噶啦，的士佬咁樣。但係今晚個角色咧，其實主要係，即係你個角色本身個劇本寫到個，其實嗰班醫生都好有型嘅，即係成班醫生都好有型嘅，所以大家都要執得靚啲咯。